显示我智慧更加长一步，休息之后是吧？好，讲第二个话题啦，啊，第二个话题，卢文端今朝见到嘅，咁啊，当然啦，呢一个咧，亦都要一路 follow 住啦。咁佢讲乜嘢嘢咧？卢文端咧，其实佢就系 blame the victim， 我哋讲，即系咧，佢 blame 边个咧？佢就 blame 张举能，最卵衰都系你。你懂得做咪冇事咯，一场戏嚟啫嘛，大家明啦。咁嗰篇文里面咧就有三个重点嘅，系咪？就有四个严重，三个重点，系咁咧。呢三个重点、四个严重咧就构成嗰篇文啦。咁不过介绍嗰篇文之前咧，喺明报今日系咪明报啊？系琴日定紧？应该今日嘅明报文章。咁咧就三个重点最紧重视，但系我会咁谂啊，点解佢整咗三个重点咧？咁样，因为卢文端近来系有啲唔妥嘅，失势啊，因为噏嗰啲嘢废噏咗好多。嗱，呢啲就系 self appointed 嘅代理人、代言人。咁当然啦，而家叫做有啲线嘅人已经好少啦，系咪先？我要冒充我都冒充到啦，啱唔啱啊？打多几个电话扮下啫嘛，即系仲有内情啦，咁其实冇乜人有内情。好啦，咁佢咪靠股，咁早嗰轮咪话二十大之后会开通关嘅，自己冚自己一巴啦，收翻啦，系咪？佢仲有啲嘢系假，即系讲咗系唔中嘅。当然佢扮晒代表系指点呢个民主党啦。你唔参选，你冚家铲噶啦。咁而家民主党好地地喎，仲喺度喎。咁民主党咪所有单位都系自己嘅关系啊，咁嘅吓。咁你出嚟做代表指点一切，咁唔识嗰啲，咁佢又博到个名啫嘛。咁而家明报又俾佢出文，咁人哋又贪你，可以有新闻制造啫嘛。其实系咁简单。咁究竟佢讲嘅嘢系咪真咧？系咪？当事人即系佢而家指控咧，呢篇文就指控呢、這个将一切责任咧就赖落去司法制度终审庭嗰个官嗰度。咁我觉得你话喺大局着想嚟讲咧，佢啊真系唯恐天下不乱。即是唯恐天下不乱，他的心态非常之不好，即是卢文端，因为你会激化这个矛盾。那我前几条片都分析过，即是现在你看到有一个司法系统里面的人，人家各有各的难处，这个世界，你估他们是共产党员吗？他们不是，我相信不是，全民全，即是没有，都没什么人全，有几个法官，尤其是红苏绿眼那些，是吧？他们不会是共产党员的，即是呢大家是在一个啊，你都仲是合理的，司法仲有独立的，是不是？昨晚讲过啦，大律师公会出来都表面跟他涂脂抹粉啦，不是，司法独立没关系的，仲是独立的，是不是？在理论上跟他找些东西讲，是先。但是卢文端一兜神狼踢盖，不是要你这样，要你解决他，不要搞到要啊，阿爷我解决，你们不懂做，你想怎样啊，这样。杀你腾腾嘅，佢写篇呢篇咁嘢，咁咧好啦，佢举咗几样三点最值得重视嘅。第一，中央共高度重视呢件事，系唔系咧？嗱，首先你唔好当咗佢真系代理人啦，佢认为嘅咋，你知啦，个个做代表都系咁噶啦。啊，中央点谂？中央点谂？中央点谂？你知条柱系咪？中央高度重视，系绝唔允许国安法嘅案件审理受到外来干预。嗱，呢个头先我哋讲第一条第一橛讲无中生有，三十六计里边又系咁啦，即系佢要扎个稻草人出嚟，有一个势力影响紧香港嘅司法制度，所以咧就要认真处理啦。咁啊，我睇冇咁严重，咁好啦。但系佢哋呢啲零左物右啦，尤其是卢文端啦，搵食啫，搵食啫。所以佢就话咧，好重视。不会找得讲讲啲受到外来干扰，边个干扰嚟嘅？你做辩方律师，香港有关法院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代表黎智英案违反国安法精神系任你噏噶嘛？逻辑我唔见得。喂，你话啲法官逻辑好，定系你呢个卢文端呢个调联主席，我自己以为自己好逻辑啫。啊，中央非常希望透过香港法院本身嘅上诉机制解决问题。啊！但系不得不早释法咗未？即系而家释咗法啦，早你唔讲喎。
而家已经发生咗啦嘛，事又好明喎，系咪？而且你事又好明呢个解说，如果系真嘅话，如果张举能睇到你篇文，我谂佢一定要睇啦。我条片咧可以唔听啦，系咪先？你个篇文佢冇得唔睇啊。咁啊，心中有数啊。当然佢有佢嘅线啦，系咪？佢会问佢自己嘅对谈媒人啦，系咪咁啊？系咧，系我早啲辞职退休去外国噶啦。我系佢，我系会咁噶。咁我相信有啲把握嘅，系咪？举能唔会唔举嘅，佢总有啲把炮啊。各有各嘅谂法啦，所以唔好睇得呢个卢文娟咁重要啊。咁但系佢系咁讲啦，制造话题咧，喺制造话题嘅角度咧，咁我都要多谢佢啊。咁唔系咁，我又做条片咯，哦，几捻好玩。好，第一公安高度咁咧，就系、是、希望法院自己搞掂。嗱，呢个已经俾咗个 implication， 系呢个唔系法治嚟嘅，系咪？好简单，都唔尊重你。你自己懂做啊嘛，即系佢代中央解读啊，咁你真系要小心啊！你当佢系咧，咁啊，所有法官都唔该谂定啦，系几时卷席走人啊？几时辞职嘅你自己谂。如果啊卢文端讲嘅系真嘅话，你真系要考虑呢样嘢。太衰嘅你做唔做得出咧？你做得出，你怕唔怕俾人制裁啊？怕唔怕你个仔啊个女啊俾人驱逐出境，俾人冻结咧？嗱咁严重唔会啩？我都唔知系咪？我当然唔敢讲会。不过你看看共产党做嘢，共产党敢做嘅嘢，你讲美帝敢唔敢做咧？好过分嘅，共产党做得啦，美帝会唔会照做咧？系咪？尤其是第阿春翻嚟嗰阵，大佬冇记住晒数，而家你啲依家啲情报咁犀利，嗰啲敌情分析，即系香港嗰啲，以为我哋啲时魔暴梯图冇事嘅，做咗衰嘢冇人留意嘅，那个报告就点你个名啦，我喺度噶嘛，我真系好笑。你边个唔止添啦？两年前你李桂华呢啲烂鬼警司都俾人点名啊，俾人制裁啦，啱唔啱啊？啊，人哋嘅情报好犀利啊，一美国佬啊，而且做咗好多年啊。啊，讲完咗唔好意思啊，讲埋第二个，第二黎智英嘅个案被视为头号国安案件，头号呢咩头号尾号啊？屌你话噶，国安法论边度话有头号，边度话二号、三号啊？所以咧呢、这个小学生作文系咁噶啦，不仅黎智英嘅团伙。涉嫌犯下种种罪行，必须依法追究。啊、而且黎智英涉论港版颜色革命人，必须彻底清算，唔好攞咗嚟做 heading 啦。要清算黎智英，咁你咪拉佢上去打靶咯。你做咩香港法院审啫？即系我系张举能，我话啊咁噶，原来我唔知道、啊，我以为系依法办事，我合情合理咁去判定嘅啫。仲要你唔系话叫我司法独立啊？举能你？你認真就得啦，你唔好出賣我咁，我梗係唔好啦。我張舉能我冇出賣共產黨啦，但我以依法辦事啊嘛，攤開嘛，法庭係 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呢個香港嘅司法制度啦嘛，唔係啊，你想我閂埋門，剁咗佢，槍斃埋佢先話你聽啊，唔得噶嘛，啱唔啱啊？香港唔係中國啊嘛，所以咧，你又唔好搞，咁你揾拎佢上去嚇，港安法58条拎佢上去大陸咁啊，冇眼屎安啫嘛。嗱，而家都系啊！你釋法其實我琴日講過啦，釋法唔關張舉能事噶。張舉能話：，我維持香港嘅司法獨立公正。咁但係嗰啲衰嘢咧，衰嘢唔係我做啊嘛。所以佢可以心安理得喎。當然喺我哋呢啲咁嘅道德要求比較高咧，咁你契弟啊，你見不疑不出聲，你係冇原則，你係契弟。但係咧喺張舉能嘅角度咧，咁我忍辱負重啊嘛，要住香港係咪？仲好多人啊嘛，霸你就。本死無大害，扮啫，係咪先？點解你又走鳩咗去啫？好似小爭咁講到話，我用性命換通關，跟住轉頭就走咗。你可以咁啊，我唔得啊嘛，孭住成個司法制度，係嘛？啊，所以鬧佢還鬧佢，我有時要喺人哋嘅角度諗嘢，係嘛？資深評論員嘅特性嚟嘅。好啦，咁咧黎智英案第二啊，嗰啲要清算啦，要講案嗱，你諗嘅啫，我講司法獨立，我講。依法治国，我就系讲法律里面嘅好办法咯，必须清算呢啲系政治嚟。啊，卢文端当然系发盲嚟啦，屌晒鸠气，即系佢唔明嘅，佢就系攞住自己嗰套咁嘅宁左勿右，文革活过来嗰套，睇佢年纪都同我大过我少少啦。文革嗰阵，总之嗰啲左读上晒脑啦，咁佢就拎呢套出嚟讲啦。其三，仲有第三样啊，重复一次先。其一，中央高度重视啦，系。唔容許有啲外人走嚟啦。其二，黎智英案係頭號案件啦，一定要徹底清算啦，挖出危害國家安全嘅根治啦，係嘛？其三係咩咧？其三就屌鳩
張舉能啊，呢件案唔需要人大釋憤，香港司法體系裏面可以解決，唔單止張你，仲已經係指定法官啊，上訴庭嗰幾個啊，啊高等法院嗰個啊，我冇記住啲，啊冇記住啲名啦，都係已經係男噶啦，但係佢哋都係唔得，做唔過，做唔落啊，我哋不嬲容許噶咁，同埋佢哋真係好天真嬌嚟噶嘛，啊我哋公開有怕咩啫？纵然佢心里边话嗱，老细定啦，最终我搞掂系嘛，我总之判佢有罪，堆砌理由你信我先啦，唔信你喎，唔系，而家共有都唔捻信你哋，死唔死？吓、啊、你隔呢个老细都唔屌你啊，我挺喎，哎，我污糟啊，唔屌你啊，哎 ，sorry， 太粗鄙啊，我呢啲对呢个司法人员唔尊敬，唔尊敬冇罪啊，唔尊敬冇罪啊，啊，藐视。在法院里面先有罪，不嬲唔尊敬你噶，讲清楚先啦。啊，唔好唔好懒咩啊，唔好懒高兴啊，见我好似向你道歉咁啊，我冇呢个意思啊。嗱、啊，呢件事本来唔需要人大释法，香港司法体系里面自己搞掂噶，咁啊点解决啦？我叫你咁系咪咁咯？叫你唔好俾佢嚟，咪唔好俾佢嚟咯。唔系你俾咗佢嚟啦，咁咧香港法院从未同国家法律层面解决国安精神啊、法理逻辑，咁呢啲你任你噏嘅啫，大哥。这个真是啊，咁如何落实二十大报告的完善特区司法制度法律体系？这个好不完善咩？要求的问题，咁你一系讲明啦，你讲明可能我早啲安排移民喎，系咪先？喺律即系法律师嘅角度，系自己解套啊，自己解套，即系总之咧就话咧你自己识做啦咁样啊，咁啊仲话有几个严重问题嘅，唉、啊、呢件案。认为咧呢件案系逃过国安，众所周知系港版颜色革命，系咁咧四个严重定性黎智英及其团伙啊阴公啊我老友卢峰都有份。2019年收入公告所作所为，第一严重四个严重啊，严重践踏一国两制同基本法，第二个严重冲击特区宪制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经济繁荣，哇系咁咧危害国家安全发展。啊、四个严重，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发展，啊，咁啊，四个严重啦，咁啊，咁点咧？咁样去到尾，咁我就只能够谂啦。咁而家咧，其实张佩能就松一松噶啦，你释法咁就唔关事啦。咁样我谂佢条线就系咁啦。但系佢自己就唔做啦。但系你都同此得出一个结论，但系点判出嚟咧？我哋万众期待，系啊，众目睽睽。如果你硬系要逼佢。依你嘅意思去做嘢咧，共產黨，你不如乾脆就立法條拎咗佢上個大陸，咁你就點都搞掂噶，你就唔好依賴呢班人啦。呢班人係唔係你嘅人嚟噶嘛？從來都大家合作夥伴啫嘛。佢肯啦，肯你喺你嗰度啊，佢又可能有啲天真嬌，諗住可以維護司法獨立咯。咁你都要俾啲空間佢，而家冇空間，你一定要跟我，我話咁啊咁。This is an order， 你聽張舉能接旨，你唔聽咧？咁家产斩你啊，斩你九个几碌啊，满门伺候，咁咪点咧？咁走咯，就系咁啫嘛。咁我又想点咧？我冇想点喎。我话你听，个客观上面，依家个局就系咁啦。吓、啊，智慧就系大家都要有先得噶。我有智慧冇用，你又唔听，系咪？你话我多时讲，吓、啊、你冇智慧，我屌鸠你，你又可能喐我，系咪？搞鸠我，咁我都讲系先，我系面对人民噶嘛，我从来都面对人民，唔鸠你哋，系咪？不过而家一嘢踢爆晒啦，咁多个人，啊，你哋个思维系点？好清楚，我哋应该睇到啊，老共嘅思维一套，嗰啲咁啊，几廿年读英美法律嘅人思维又另一套，乜呢套我又明噶，咁我都系读同一个 law 噶嘛，系咪先？自以为是，同埋以为好精英。系咪？诶，有啲逻辑上嘅嘢，或者有啲西人太嘢咧，咁读英美 law 咧就跟咗英美嗰套，咁诶盲点就咁啊嘛，你谂唔到人哋嗰套，咁诶就快猛走我老公，你唔明我谂乜嘢咩？你唔谂明我咩？你特登唔明，装唔明系嘛？而家我明明讲咗你听，我暗示咗你听，我仲唔明咁？唉，我又翻返去啊，张举能好捻高兴咁做咗接旨，做咗呢个终审之后，系。我已经叫他你看看马道立啦，做了五年，他未老都不做得噶，个形象亦都叫 build up 咗啦，做了一两单衰嘢啫，一两单啫，
佢就知再做落去就要做好多衰嘢啊嘛，所以咪唔肯做咯。咁你当佢能悭咁吓啊？拿住呢碌嘢，你攞住嚟攞命腾啊！你以为扶手棍可以扶摇直上、光宗耀祖？结果而家后悔未？吓、啊，好似你都唔系好耐，等多两三年就退休，快啲安排定退休生活点啦？走唔走得咁我唔知啊。话唔系叫你做人大政法委都唔顶啊！到时你唔做又唔俾面咁咁，唔知啦，唔知有冇俾人揸住信袋啦？完全唔知啊！呢啲全部系讲下咋吓、啊？好，呢条片唔错喎，几 efficient 喎，40分钟啫喎。